么回事啊？收讯不太好。原来就是他干扰我们讯号。各单位注意，专挑红发女娃变态杀手在西街后巷一带出现。分头行动。他是我的。没事吧？那金毛走了。他对你怎么了？你流血了，谢谢你。他在哪里？在这里等我。角度，莫非是那晚他出现的地方？他在看什么？他到底发现了什么？我知道他从饭店看出了什么端倪。他跟金毛交手的那一天，他到底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？我跟着行旺来到西街后巷，这里有一座神庙。赶到这里时，早就没有金毛狮王的踪影。
希望的眼神，我知道对沈银河的线索，他知道的真的比我多。找到那个金毛没有？他是我的。你怎么找到他？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他跟沈银河又是什么关系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不要忘了，我们正在决斗。刘雅云，我告诉你，有种你就不要再跟风了。要斗，就像个男人一样，跟我决斗。大骗子刘雅云。你没事了，你又在发什么脾气？你这卑鄙小人，去找银河姐姐来决斗。先前的热心全是假情假意，知道吗？你的大度涉及一个人，这不是游戏，这是一条人命。他跟你一样有血有肉有感情。还有，你不要忘记，你和姐姐那些可怜的弟弟妹妹，还有那个一直活在念旧中的爸爸。从今以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假情假意，卑鄙小人。以前有人这样讲我，我也毫不犹豫用暴力教训他。可是灭绝师太今天这样骂我，我真的不能反驳。跟行望决斗，我失去了理智，我没有照顾其他人的感受。灭绝师太，对不起。哎，阿玉，阿玉，过来看一下，阿玉。哇，这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不知道，怎么有可能呢？这好像是真的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快点，快点，你看一下好了。怎么拿到的？在刚才那个 hotel 找到的。哎，他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而且那女的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啊？哟，你吓人了吧你！哎，我跟你们讲哦，好莱坞拍片惯用的伎俩，变态杀手要杀人之前，都要先跟他套好关系，然后再把他杀掉。要不是行望，我早就已经找到他，知道真相。哎，灭绝师太呢？他在走他的独木桥。啊，他现在在练体操。哎，是各走各的路啊，你没读书啊你。哦，好好的干嘛要翻脸啊？是我不好。哎，你欺负他是吗？我根本就不应该跟行望那个臭小子打赌。哎，那你的意思说你不跟他斗啦？嗯。啊？那你不插手这件事了？要找沈银河，一定要找他出来。不明白哎。无所谓，反正雅瑜要做的事，我们一定奉陪到底。雅瑜 ，We are the best。